风中菜我来了，30个红菜头。啊鸟喂，这游戏要改名无啊？叫做红萝卜红奈何啊？我们都已经捡完20个了，结果他现在抢，他现在就有中30个啦！鸟喂，我的天，我该说什么？我真的不懂诶。公干杂被攻杀，白萝卜啦！有没有已经玩到白萝卜的玩家？白萝卜我跟你讲哦，对啊，一下级不可能嘛，中级，中级几张的195啊，上级391，高特级的积分竟然已经可以当每1954了。所以你们要看的是上级那边一涨就391，哎，上级阳菜桃是不？啊，叫解攻略哦，就是你爱怎样爱施肥，你要上级胡萝卜一定要施肥，一样真是不一定要了，但是很像一定要施肥才有上级吧，普通肥就可以了。电片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啊？也不是跳掉啦，它这个价格一直在变，像现在36、81、84，哦，等一下可能更新又跳了。体力随时暴击。我爱高啊，鸟诶，没有高啊，条件是虾米啊？5000块、哦，那好可怜啊！人家是在耍人呢、啊。哦，对啊，368184，诶，为什么更新用笨老板呢？为什么？该不是狂更新了？建红我就根本都无钱啊！368也又涨了。我发现它不是，它是有涨比较多，涨比较少的样子。有时候，啊对，然后我升级了，昨天。我现在8等了，那你用解开了一些系统吧。我再给你看一下我解开什么系统好了。那我现在好像可以买运动服了吧？那现在也可以买果汁制造机了。这边是我现在的肥料。哎，那我现在可以种罗勒了哎，我的天哪！哎，其实都可以种，只是 level 的问题而已。是不是？好耐玩哦！哎，要不是有那个任务，我早就种别的东西了，好不好？任务在骚扰我。哎呀，那要不要去割小石粉？够肥了就对了。See you。红种菜就到这里了。